我可以找四个啊，我十五岁够。黑色有四个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排队排队，要我行的。我记一下，我记一下。哇，一次四个，我这样子。四个哦。好，排队排队，排好排好排好排。真好尴尬。不会啦，一号，你要怎么行的？成熟。成熟的，还有吗？要比我高。大概160。是吗？那几岁啊？比我大了。二一二。学生哦，什么系？数学管理。什么名字？AIMI。我们要去哪里啊？我们要回家。啊，住东区哦。对。哇，芋头的指甲。对。那你不冷啊？你等下去哪里啊？上课。哦，你在工作吗？对。而且还背很好的包包。没有。正。我事业心的女生。一人一个啊，下一个，来。我没有。不要一人一个。因为我现在有事，我等下再回来，我再把它带给你。可以啊，我度差不多了，我去开始找了。那你把它找给你呀？我没有。哦，那你还可以回去睡觉了。我找到就打给你了。真的吗？不一定找得到了。产业。哦，加油，小电商老板娘。好，谢谢你赶快去忙。好，拜。2000 years later。我要做你是全家大的。我单身吗？对。好。来。不要单身。21。哎呀，还想你什么？对。你是什么系？我是运输物流管理。运输的，那你以后是做那个物流？是这样想。害羞哎。我会帮你介绍啊，有没有认识一下？你们赶时间吗？不要，我也不赶。你还好吗？笑声蛮好的，有一个很酷的笑声。很久没有新朋友。哦，对啊，交新朋友。Let's go。我们大几了？大三了。你大概175，对不对？大173。我们一样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Jeff。Jeff。休闲娱乐，跟朋友出去小桌喝。喂 ，Timmy 啊，我找到一个人不错啊，我觉得不错。哎呀，我找到了，看你们俩来看一下，他也是新生，很冷的，很棒的。那你对于网拍有没有兴趣？网拍吗？对啊，他做网拍的啊。我不知道他卖什么，你跟他了解一下。啊，我知道，你可以帮他送他的。我可以帮他送货。对，物流的。开货车。你什么学校？交通大学。交大。哇，厉害。没有。哇。我觉得还不错，他以后想要做媒体相关的。好啊，来，我们来见面一下。弟弟，我们后退。Jeff。Jeff。好，现在我的右手边是我们的余敏，21岁，目前是在做电子商务，同时是休闲管理学系。好，那在我左手边呢是我们的 Jeff， 也是21岁，173公分，目前是在物流管理。好，我现在数到3呢，你们转过来，面对面先握手，来，预备，1、2、3，Go。握手。我跟你讲，你有没有要缺送货的？缺送货。你不是要卖东西吗？对。对啊，他可，对啊，他是物流的，他那个物流是专业的，他可以跟你讲怎么样最节省运送的成本，是这样吗？物流是这样吗？对啊，海外海内都可以。哎，是这样吗？是吗？对。陆海空都可以哦。有没有兴趣？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可以啊。你们有自己的卖的产品，也有跟店的合作的产品吗？对啊。他们主要是做电商，也还跨境。对啊，你们可以从这一块去认识一下。那这一块如果一开始太严肃呢？哦，你会不会小酌一杯啊？会啊，他也会，他喜欢。好，你们交换一下 LINE。有空去新竹玩呢，可是他台北人。我是台中人。哦。他在新竹读书，你念哪里啊？逢甲大学吗？台
都哦，台中的国立的哎，很棒！台中交大跟科大的友谊的桥梁啊，靠你们了啊啊！来壁咚一下啊，开眼睛啊，好不好？来，真诚啊，十秒钟哦，十秒还没开始啊，我要倒数。好，你放松。好，来三二一 ，Go！可以可以可以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可以哦。有漂亮吗？啊？有漂亮吗？漂亮漂亮，好啊。啊，你们当朋友、哦？好、啊。什么感觉？啊？什么感觉？开心吗？嗯。交心朋友，开心。开心啊、哦！恋爱的感觉啦。赞。好啊，那、啊、我们打个分数好不好？怎么样，妹妹？你要给他几分？满分是十分哦。八分好。八分啊、哦？为什么会给八分呢？哦，幽默，可以，有幽默，不错，男生幽默很好。还有吗？感觉还干净净的，干干净净的，应该是蛮聪明的人吧？对，感觉还对啊，应该是蛮聪明的。交大不好考。你什么时候回台中？这礼拜。这礼拜哦，直接上来上课。对。上来，好啊，要加油啊！好，我去问他。好。How do you feel? How do you feel? How do you? Good and very good. Very good. 分几分？蛮好的。为什么？爱笑。可以可以，好吧好吧，我们来互动一下。妹妹，来，很棒。你知道他给你几分吗？我偷偷告诉你。真的假的？因为他觉得你爱笑，那、啊、你们当好朋友、哦、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互动一下，感情的互动。Go。我讲很帅。你说没关系，我抱你。没关系，我抱你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安全哦，安全第一哦。好，你要哪一手？迪迪要小心他的头哦。你们瞧一下位置，看看怎么抱。好，来放松放松。好，来加油。好，来来放松了。你要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哇，好，十秒十秒，你过来一点，转过来，迪迪转过来一点。五、四、三，妹妹看这里呀、啊。二。一哇，浪漫浪漫，好，慢慢放下来，慢慢放下。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没什么啊 ，easy 啊，好，拍个照拍。